这位老师是不是不胜任了呢？这有学生家长站了出来，控诉这高雄一所国小的男导师，他对学生常常言语霸凌，而且呢出言不逊，甚至呢还辱骂学生的母亲，还体罚。现在呢这些家长要求学校应该立即来解聘。而据了解呢，这学校表示他们上星期就接到家长的反映了，已经允诺在这个星期会组成调查委员会来展开调查，结果将会送交教评会。